这是我们的7月份两场音乐会的重点。那这样子一个搭配，应该可以说在南部没有特别有这样子的结合过，所以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一套台湾民谣曲目其实是从我学生时期这个乐谱出版的时候一直演到现在，大概也已经20年了。然后呢，第一次加入一些环境音。那我们今天是从嘉义开始回到台南。那今天我非常开心的就是邀请到这5位的演出者，有2位刚刚已经出现过，就是我的学弟。那另外长笛是我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还有台南艺术大学的学妹，她去年刚毕业主修长笛。那第一排的这一位王老师呢，他现在也是台南非常有名的竖笛老师。刚刚的2位呢，就是他的学生，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师徒一起演出的一个场合。那后面我们的大提琴学姐是我合作最久的一个乐手，在我读高三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演出到现在，所以非常谢谢他们今天来跟我一起参与这一个表演。那我们今天就从丢丢童开始，一路往南走。声音所做成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这第二首歌曲。好，那草蜢弄机工的这个版本，我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编曲，因为它是一首少数台语歌里面呢是在讲动物的，很单纯，没有讲感情。因为如果有大家有听台语老歌的人都会知道，其实我们的曲子大概有80-90%呢都是在讲跟感情有关的曲。但是这一首它很单纯在模仿两个动物互相斗争
他自己有出版了一张专辑。